星爷真神折凳完爆家暴男，网友爆料明明不是周星驰的电影，却完全对照电影食神的情节，毫无违和感。吴姓的前夫去寻找这个张姓的前妻啊，他是存心酒后去闹事，他所以因而发生纠纷啊。哦，都已经离婚了还去找人家，最可恶的是还带这么大只的镰刀。前妻在彰化夜市摆摊辛苦养家，贱男来闹事，附近的干扣狼都来帮忙前妻，最显眼的就是折凳男喽。好折凳，折凳奥妙之处是可以藏于文具之中，随手可得，还可以坐住距离掩藏杀机，就算被差人拉到亦都错你不入，真不愧为七种武器之首。据初步了解，是这个吴姓的前夫他有被这个附近的正义的摊商哦，正义的摊商哦来殴打，他已经自行就医。警方将调查前夫违反家暴法情事。董新闻，星爷征服了你，报道。